找到你了。要想成为其中一员，除了要有过人的才智，还必须经过地狱般的历练。之间的婚事是我爸自己做的主，我根本就不同意。一句话，我不可能娶你，你记住了吗？神经病啊你！我告诉你，我脑袋被门夹了也不会爱上你这种人。要不是我手上有书，我弄死你！报告，顾小白作弊。人工呼吸，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口对口吹气法，简单，效果好。下面我要请两位同学上前来做个示范。我顾小白，韩旭请出列。哎，苏医生，我来，我先来吧。哎，我第一次。哎，我比你有经验，接过接过。哎，少卿你起来吧。啊？哎，在战场上通常你的病人是男性。
我来。人呢？啊！我要看病啊！好，脱鞋，上床。上床？干什么？你姑娘家成天发那么大脾气，你少发点脾气，这病自然就好了。整天说话跟吃了枪药一样，带枪带刺。谢主任，苏大夫，我都疼一整天了，我都没有人疼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你的苦我懂。好，我没有你想象的这么优秀。你有？没有。有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有有有。没有没有没有。有啊有啊有啊。没有。有。是你救的我。我叫欧阳锋，你的。我姓肖，叫我肖寒就好了。我的钱宝宝。那个人也是老师吗？他是心理学老师肖寒。肖教官，能否请您分析一下德日战争啊？德国军事思想够严谨，但不够灵活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生气，你救了我娘，我却冒用你的身份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那一晚，我亲眼看见你掉下火车，我以为你死了，而且当时我娘的病又十分的危急。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，我才会想到这个办法。我知道你才是真正的肖教官。文涛啊，其实我们都看得出来你对肖教官有意思，可是现在向浩像个狗皮膏药似的贴着他，难道你都无动于衷吗？行了，你总是在我最无助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帮忙，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。以身相许吧。你这分明就是脚踏两条船，一边把我哥弄得晕乎乎的，一边又来勾搭向浩，你这分明就是不检点。我警告你啊，向浩是我沈文宇的，你不能吃着碗里的还垫着锅里的。你说谁呢？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不信。咱们走着瞧。不送了。我都知道了。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。我也有很多话想对你说。谢谢你理解他的难处，他确实不是故意冒用你的身份。但我不知道这出恶作剧要怎么收场。可是有很多事情都是因为这场恶作剧改变了。改变了什么？其实我和钱宝宝，你跟向浩早有婚约，结婚是早晚的事情，我早该明白这一点。对不起。向浩，别走，求你了。站住！你要敢走出这个教堂的门，我就一枪毙了你。你这个逆子，放着！我要在龙城军校当面揭露的，他让我在婚礼上面颜面扫地，我也要让他在最熟悉的人面前亲手摘下他的面具，让大家看清他的真面目。集英战队队长之争正式启动，这次你们考核的项目是抓捕日本头号间谍鬼阳。照你的意思是我们中间有内鬼，看来日本人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狡猾，我们的队伍也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。我可以帮你杀了他。钱宝宝，我这辈子做过最错的事情就是在火车上救了你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真是个妖孽，你为了迷惑浩儿阻止萧寒揭露你的真实身份，你竟可以无情地杀了萧寒，亲手杀了给萧寒报仇。
尽管这样，我还是爱的。可是后来，他说他死了，但是我不相信。小斗牛。